穿出态度，秀出自我，欢迎收看《Fashion Show》。2012春夏时装秀上各放奇葩，最具特色的当属折纸剪裁，折叠层次、刀割划痕、剪纸手工等技艺被运用在了反哺的服装上。不同材质的对比搭配，给折纸风格营造出层次分明的细节和厚重感，凸显出设计师们的丰富想象和创意思维。在2012年春夏秀场中，设计师运用到许多折纸手工的轮廓与细节，布条层叠的装饰，折纸拼接的处理，以及翻叠的折痕点缀，无不为惊吓注入几分鲜活的趣味质感。在看过了太多设计师饱和艳丽的春夏秀场之后， Chloe 像一杯午后的清茶一般，为我们带来雅致清新的视觉享受。 Chloe 在本季以白色做基调，利用临近色进行拼接与层叠，使得裸粉、玫红与翠绿等色彩过渡自然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在各类服装上拼接的宽条折纸工艺，为我们营造出富有立体感装饰的浪漫美感。Givenchy 一直被视为高贵和精致的象征，在本季品牌以纯粹的黑、白及裸色为主色调，长款西服柔软而精致，下半身则选用贴身的裤装来做搭配，传递出 Givenchy 持久不变的优雅气质。而在整个秀场中，一直贯穿的波浪大翻领和折纸剪裁设计，打造出立体感与造型感，成为本季时装中最富有想象的创意所在。2012时装秀场上纷纷采用了折纸剪裁，使服装与建筑结构风格更好的融合。这种独特的剪裁技术可以起到修饰女性身材曲线的效果，不仅时尚前卫，还可以秀出女性叛逆的潇洒。在平时穿搭的时候呢，其他的单品记得选择简单大方的设计，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整体造型的和谐统一了。